决，要住不放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我的车轮飞起来了，对手他却要住不放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刹那间，他超过去了，他超过去了。记得我汗水直冒，汗水直冒，汗水直冒。快追，快追，快追，快追！运动技巧万变花样，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竞技标准如此张扬。太阳书写成长，竞技标志如此张扬，张扬在拼搏中，张扬在舞台上，舞台上。公元2406年，地球因为能源耗尽，不再适合居住。经过漫长的星际旅途，人类终于找到了类似太阳系的狮子星系，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这是狮子星系第一大星泰坦殖民卫星，这里有一个托拉斯大企业叫泰坦集团，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哦，惊人的速度，难道这些人不要命了吗？别担心，这些赛车是检验最新科学技术的车模，上面并没有驾驶员。他们才是驾驶刚才那些赛车的车手，他们带着的模拟镜可以让他们感觉如同驾驶真车一样，他们操控的模拟器可以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赛车的性能。他们是挑战极限的英雄，是与光赛跑的骄子。这就是让整个狮子星系热血沸腾的赛车运动。泰斯，泰坦企业的第十代传人，一个野心勃勃、唯利是图的家伙。泰斯总裁，突击速龙在刚才的测试中刷新了所有星际赛车的单项记录，并且实现了1秒钟提速800公里的目标，完毕。杰作，简直是杰作。雷诺，你就是我想要的人。雷诺先生，作为泰斯总裁的律师，我已经把您跟泰坦集团合作的合同拟好，随时可以签约。嗯，我要组建一支称霸星际飞车赛事的车队——沙魔少年队。我要让泰坦企业的影响到达星际的每一个角落。突击速龙的涡轮喷火技术已经成熟，按照咱们事先的约定，应该把它公布于众。公布于众？你知不知道这项技术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只要把突击速龙的涡轮喷火技术运用到泰坦企业的宇宙飞船上，就没有谁能和我泰坦企业抗衡了。可是，泰坦已经是泰坦殖民卫星上最大的企业了。
你太小看我了。这是我们的泰坦星，可是在泰坦星外还有黄河卫星、机器人异种卫星、天鹰星、天狼星。雷诺，我的目标是整个狮子星系。不，不只是狮子星系，还有猎户星系，还有大熊星系，还有整个宇宙。雷诺，我知道除了突击速龙，你还研制了另一款叫炫烈狮王的赛车，把它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不行，绝不能让科研成果变成泰斯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。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，你就不能下来推我一把吗？啊！天下可能有白天的作业啊！你可真会算账，抄一次作业换三天上下学接送，我太不划算了。夏儿，坐好了。送外卖了，是爷爷，马上就回来。
下雨，地上流，吃完拉面不用愁，大碗香。这就是雷诺父亲开的面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雷诺？雷诺！二位要吃点什么呀？一碗面。雷师傅，不认识我了吗？泰坦集团鼎鼎大名的莱弗律师，整个星际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你是泰斯的走狗吧？你说什么？不想活了吗？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滚出去！可是我……你大老远从泰坦殖民卫星赶来，不是来吃面的吧？当然是来吃面的，不过除了吃面，还有另外一件事儿。雷诺博士是泰总的好朋友，他答应要把图纸送给泰总的。泰总出手真是大方，不知道这些钱是给朋友的帮助，还是用来买图纸的钱。好手艺。爷爷，爷爷，今天是不是来什么大人物了？外面停着一辆好长的车，不过说实话真像口棺材，那车不是你的吧？你就是阿雷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和你爸爸是老相识了，当然知道了。你认识我爸爸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项链是你父亲的吧？阿雷，快去送外卖，客人已经等很长时间了，十分钟内必须送到，地址在便签上。哦，叔叔，你多吃点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阿雷长大了，他真可爱。你离他远一点儿。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雷诺生前设计突击速龙的同时，还设计了一辆叫做炫猎狮王的赛车。可是后来，哎，我希望你能把那些图纸交给我。听着像是真的，只可惜我没有啊。这是张空白支票，你想在上面填多少钱都可以。快去吃吧，面凉了不好吃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泰总让我转告你，不希望看到雷诺家的任何人从事赛车运动，不然后果会很严重。十分钟肯定到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走公园穿过去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好了，这下给你修好了。有了侧导轮，转弯的时候就不会再把这个车撞坏了。谢谢，谢谢星河哥哥，我能不能再求你一件事啊？再求我什么事？你能在我的车上签个名吗？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赛车手。我可以给你签名啊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赛车可不是碰碰车。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车手，就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自己的赛车，你明白吗？谢谢星河哥哥。好了，太棒了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尚儿，你怎么又在那大喊大叫的？哥哥，尚儿，你怎么今天又迟到了？今天都怪我的同桌。又怪别人？你什么时候找过你自己的原因啊？总是这样。哥哥，你听我解释嘛。好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
珊儿，你也开始工作吧，要在这里打工就要拿出点样子来。是。阿雷，都怪你这个冒失鬼，害我迟到还挨骂。小路就是快，还有三分钟呢。哈哈，哼，啊，啊，糟了，没路了！哎呀，这下怎么办呢？听说星河对他以前的赛车做了一次彻底的改造。是啊，这几天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。不知道他又有什么惊人之举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总是给人意外。哦，他来了。队长。队长。嗯。哦。嗯。来，看看我的车。雷火战鹰。这不是当年天鹰星的车神泽克用的那款赛车吗？没错，就是那辆雷火战鹰。轻巧的车身，灵敏的操控性，速度至上的设计理念，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，我想了很久，这才是真正适合我的赛车。队长，你今天叫我们来是要测试这辆赛车吗？对，今天我们就来一场一对二的比赛。一对二？你们两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我。在比赛中，希望你们俩拿出最佳的状态。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虽然哥哥的雷火战鹰速度占优，可是西塞和欧文紧密配合挡住了超车道，没有超车的空间，哥哥就无法超车。哼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看我的。天下没有阿雷走不了的路。前面的弯道会变宽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。阿雷压坏了赛车俱乐部队长星河心爱的雷火战鹰。视车如命的星河会怎样对待阿雷？阿雷会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？而可爱的善儿处在哥哥与好友之间，又该怎么办呢？
其实。